我们曾经并肩作战。 慢慢的拉扯消耗，补刀就好了，找打野位置。能上的时候，你们把握机会上。因为你刀很烂，很乱，就你上去拼的话，是很容易出现那种很傻逼的情况的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找人。 那我们就压吧，压塔吧，压塔压血线。我们的任务没有止境。其实博卡莎漏刀倒没漏多少。 太坦的争夺，主，好，不想玩了，争夺。 这把我们做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深海鱼，深海养了鱼，这个人，他如果乱的话，这不我就要把它换了。 哪里需要我们？我们需要你。问一下主播，绿刀，哦，真的，我捡地板，我就捡地板 A 的。 我捡地板 A 方便一点。你想点人就点人，点地板想点地板就点地板，点地板只是更加方便 A。你看我点的不是他人吧？ 他已经被你锁定了，就只有他能 A。
这把好像还没有完全。白头野怪就头野怪，拿的优势一定不能给对面喘息的机会，知道吧？推完线就直接进他野区扫野怪，扫野怪保证自己发育，自己有。就能追，一定要记住。是统领的系统即将脱落，我们的任务没有止境。你下一番什么？这波回去应该是有那个了，再推一波吧，再推一波，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去妨碍咱们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血量已经。有作用是能把一波线推进去。这会我们就站中，然后我们的刀走，应该是形成不了那种绿白刀去打人的，这组刀去略过是吧？进行到下一轮刀。